八号老王，你看八号老王怎么样？换了发型之后好了不少，年轻了10岁。哎呦，你还看出换发型了是吗？之前就太记着之前的发型了。啊，来，老王。那个，我想说一下，美女想的太开了，你想的真的太开了。这个喧闹的城市可能不适合你，你上山吧，美女。再一个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以后你找对象的择偶标准，如果你一个男朋友是一个性格非常急的人，你感觉你俩能生活到一起去吗？我能，他不能。